方戏的一种。据说在明代以前，湖北黄冈黄陂一带就流行过一种土腔土调的戏，叫二黄腔。另外有一个说法，认为二黄原出徽调，最早的徽调是用两只笛子伴奏，所以叫做二黄。后来又吸收了陕西的西秦腔，就是西皮，加上细致的表演艺术，内容和形式都充实了，流行的地区也扩大了，便形成了今日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汉剧。1952年，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，中南区武汉汉剧团参加演出《宇宙风》，曾光荣地获得二等演出奖，演员陈伯华同志获得一等演员奖。现在将《宇宙风》的故事简单介绍一下。宇宙风是2000多年前秦二世皇帝的臣下匡弘家里祖传的一柄宝剑的名字。匡弘的儿子匡扶娶了赵高的女儿赵艳荣做妻子，但是匡弘却与赵高政见不合，结下私仇，因而赵高便设法将匡家的那柄宝剑偷去，派人行刺秦二世，嫁祸陷害了匡弘的全家，只有匡扶一人在赵家老仆赵忠的掩护下逃脱了。一天夜晚，秦二世突然闯进赵丞相府，看到了赵艳荣，因为她生得美丽，便要纳她进宫做妃子。赵高为了升官进爵，自然满口应允，而赵艳荣却矢志不屈，但又没有力量抗拒专制的父命和军权的淫威，便在雅乳娘的启发和暗示下装起疯来，戏笑怒骂，一直闹到金殿上，使得秦二世皇帝和赵高终于无可奈何。赵艳荣向封建恶势力所进行的巧妙的反抗，生动地显示了一个我国古代女性的智慧和勇敢。这出戏从秦二世到赵丞相府访问开始。请小姐去谈。
旁坐下。
哪呀？人家倒是问谁呀呀呀？人家倒是容易不知罪该万死，许礼无罪，谢万岁。你家小弟苦在府中，一在府中还容易通传，不用通传罪下。啥啥啥啥？诺一成交，也登进府名字。
不下。Thank you.
儿啊，你这样的行事干莫疯了吗？
哎呀，老汉子，俺爹娘啊！二哥，我与夫在一起，你不要疯呀！啊！你不要难语呀！啊！你不要疯呀，难语呀！你来呀！啊，回去
小我啊，老爷好小啊，孤王小你父母，你小孤王过来。
去。